1000元到手了，好的开始，但是挑战还在后面呢。第二扇门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第二扇门2000元，2000元、啊、请按响门铃。来，看上去好像还又有谱了啊！这首歌，就是基本上都跳舞的歌，嗯，就是很动感的一首歌。好像跟那个第一扇门的有点像，有点像，是吧？嗯嗯，蔡依林的那首《舞娘》，确定吗？确定。嗯，100%确定吗？100%确定。到底对不对？是不是舞娘？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。啊，跳得好好呀！跳得好，这不算跳得最好的、嗯。我跟你说，我有个大学同学，跳得特别棒。就舞娘这北舞的吗？他听着这个歌，他跳那舞跳得比蔡依林还跳得好呢。人家是，而且人家还是个男生。男生跳得特别厉害。我跳舞没基础，你之前学过舞蹈吗？我之前一直是学舞蹈，我从12岁开始就学舞蹈。12岁的时候，对，就开始学舞蹈了。学了有6年了。当时在哪儿学的？在北京啊。12岁只身从福建到了北京。对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会儿就喜欢舞蹈嘛、啊，然后就是家里人也比较就是顺我的意、嗯，就我比较喜欢跳舞，因为我觉得跳舞的话穿那个衣服特别好看。哦，你主要冲着那衣服来的是吗？对，从小就冲那衣服。关键是你学的怎么样啊？啊，还好。有人说试试呗，是吧？想看是吗？现场的观众啊，哎呦，太聪明了。我的话全让现场观众说了，特别好。那你也来一段呗。我来啥呀？我不会跳舞。不是你，等一下，收。你们找啥？你学什么舞啊？我学民族民间。啊，民族民间。对啊，我不行啊。你不行吗？怎么可能？新疆舞啊。对啊。你行吗？新疆舞你行吗？还好吧。来一个。来一个。那你也来一个，你来我就来。好啊，来啊，来，就在这儿，来，就这儿，好。嘿，好，行了，咱检测了一下，确实是学过舞蹈，但是跳的多好，这一个简单的新疆舞看不出来，咱们慢慢往下看。恭喜若涵，你获得了2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。